第三十二题，三十二、三十三是题组，物质由原子所组成，原子又由电子、质子与中子等微小的粒子所构成。若右图是一个电中性原子的示意图，请回答第三十二到三十三题。第三十二题是问我们，请白圈圈、黑圈圈跟灰色的圈圈各分别代表什么粒子？我们晓得，根据行星模型，最外围环绕的就是所谓的电子。所以这个白圈圈是电子，它是电中性，所以表示质子数跟电子数一样多。灰圈圈的是两个，跟外面的电子数目一样多，所以灰圈圈呢是所谓的质子。那剩下的黑色圈圈就是所谓的中子。所以第三十二题问我们说，请问白圈圈、黑圈圈跟灰色的圈圈各分别代表什么粒子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电子、中子、质子。